揉臂组合，做揉臂组合的时候注意，由肩到肘、腕，最后是手指尖，做的时候要连绵不绝，一节一节的向远方伸出去。好的，我们第一个动作来说一下，首先上右脚迈向八点，双臂伸出去做四次揉臂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注意以腰为轴心，转动上身，然后立起来，双脚并住，手在下面做一次揉臂，然后立起来，手在上面再做一次揉臂。这个时候手打开，圆场小碎步走起来，走一个圆圈。相反的方向做四次揉臂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下面做一次，六，在上面做一次，然后反面的圆场，注意脚下要快。好，小的，重心在后腿上面，然后蹲的时候做四次揉臂，三、四，立起来，四次揉臂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双手交叉在胸前，左脚向后，身体向后靠，四次小的揉臂，二、三、四，立起来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这个时候身体向后走两次，手打开，两次慢的，然后脚立起来，做四次快的，向前一次，两次，立起来，三次快的。好，最后双手向上举起来，收。